诚心联合会庆祝九皇大帝圣诞后联欢晚宴，立新娱乐制作特别呈现，星耀诚心唱响凤山演唱会2018。首先为您介绍洪洋为您带来第一首歌曲《毕竟深爱过》，欢迎洪洋演唱。好，大家好。明天只说着要走，说他比我要温柔。夜里单思的守候，眼泪在为
谢谢我们四位非常漂亮的舞蹈员了。好了，今天呢，一首比较特别的网络歌曲，把他的那个改的节奏送给大家。今天呢，非常荣幸再次能来到这里。Hello， 妹妹你好。我怕我把他弄哭，他会被哭，好像看住我的。Hello， 你好。好，今天非常荣幸能再次来这里为大家献唱。今天呢，会为大家带来呢还有的多一首广东歌跟一首福建歌，希望你们会喜欢。接下来这首广东歌曲，一首张学友的歌，爱是永恒。有始不有终，难诉不用多，从没有合约合同，但给跨时空，这滔滔不息的爱，我怎给你用？这一生和下世，有几多全奉送？疲弃的眼中，谢谢。半中又中，仍是见着你面容，在我心门中，这份爱永远都存在，共你同在，无尽永。穿过喜和悲，跨过生和死，有着我便有着你，千个万个世纪，绝未离弃。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其实抱着你，其实你没有别离，在我心门中，每路过也似风撩动，令这路上无尽爱浪涌，有着我。Stop
谢谢，一首《爱是永恒》送给大家，谢谢大家的掌声。好了，刚刚我们的理事嘛，应该是其中一理事啊、送上红包，有点歌啊，他们点的那天有唱到的一首歌叫做《我们不一样》，对 ，Be Fat， 谢谢老师，谢谢我们的威勒斯大乐队老师，谢谢。啊，今天，等一下啊，要快的还是要慢的？要快的还是要慢的？我们那天是唱快的，对不对？我们今天唱原版的，好不好？好不好？就送给大家一首，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大壮的一首《我们不一样》。这么多年的兄弟，有谁比我更了解你？太多太多不容易，磨平了岁月和脾气。时间转眼就过去，这身后不散的宴席，只因为我们还在，心留在原地。张开手需要多大的勇气，这片天你我一起撑起，更努力只为了我们想要的明天，好好的这份情好好珍惜。在这里等你，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我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这么多年的兄弟，有谁比我更了解你？太多太多不容易，磨平了岁月和脾气，时间转眼就过去，这身后不散的宴席，只因为我们还在，心留在原地。张开手需要多大的勇气，这片天你我一起撑起，更努力只为了我们想要的明天，好好的这份情好好珍惜。我们不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我们在这里，在这里等你。来生还能相遇。
谢谢大家的掌声，我们的掌声不要间断好不好？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三位司仪，我们欢迎如萍姐，我们欢迎大师兄浩浩，还有郑盈盈，掌声鼓励。的嘉宾，所有的贵宾，今天晚上的莅临，哎哎，大家晚上好，哎，很开心啊！今天呢，我来到这里，又再次来到现场，而且我旁边有两位资深的司仪，哎，喂，什么叫做资深啊？就是讲清楚哦，就是这个资历比较深咯。哦，所以资深啊，麻烦后面加一下好不好？资历比较深，加一下资深美少女，可以吗？不把你唔得，你好差别加，然后让套套出来。哎，那我们今天晚上呢也很开心，因为我们有一位重量级的司仪。哎，真的，谢谢你们。不是很重量吗？我只是重而已，我没有量的。你至少要比我们两个重吗？没有，你们两个人加起来都没有我重。你要这样讲。好了，欢迎大家今天晚上呢来到我们的凤山公署下诚心联合会。然后呢，今天晚上呢我们的主题非常非常的棒。哇，这个主题非常棒哎！来，如萍姐了，非常好听。心要诚心，畅想凤山演唱会2018。哇，欢迎我们的。演唱会耶，是，所以呢，欢迎我们现场所有的嘉宾朋友、所有的贵宾朋友、所有的来宾朋友，大驾光临，一同来参与呢我们的凤山宫的所有的庆典活动啊。对，在新加坡，我想我们凤山宫哈一连串一个礼拜，我们的庆典、我们的晚宴，可以说是在我们新加坡真的是奖赏跟畅想。是，你那工作做完，你绝对勾搭都是红山宫。而且每天晚上不同的司仪、不同的歌星、不同的特别来宾，只有在凤山宫这里呈现给大家。对，而且呢，我们全部通通都是用高规格的方式。光看今天晚上呢，来到我们的现场的朋友呢，都会有一身哇惊艳的感觉。光是我们舞台，所有都是用演唱会的形式来呈现给大家。对，我们今天晚上呢，特别特别多的啊，这个嘉宾，你看可以说是千人宴，从左边到右边都排到满满。所以呢，再次感谢您大驾光临。那么今天晚上，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老板，我们的宝浩，洗净我们今天晚上的演唱会哦，我们所有的费用。所以我们谢谢是速达建筑私人有限公司，谢谢老板，掌声鼓励鼓励。我们老板在哪里啊？有没有在现场跟我们挥挥手一下？速宏建筑啊 ，OK， 还有 CPC Construction Private Limited， 掌声鼓励鼓励，谢谢谢谢。还有福海建筑私人有限公司联合喜庆，来，我们全场来个热烈掌声，谢谢，谢谢，谢谢，祝你生意兴隆，财源广进，阖家平安，好，您一日春两日春，代代出着好子孙，一日好两日好，大家拢招财进宝，拍破一个好梦，谢谢大家。哇，今天呢不只是一多哈，我们镜头也是很多。哎，为什么这样多镜头呢？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又有现场直播啦！哎呀，对了，因为现在时代在进步哦，我们的个科技发达，对，科技型的世界已经开始在进行，所以呢，我们新加坡呢也一样，哇，一样在同步进行，所以。现场的朋友，如果你们有空的话，现在就可以拿出你们的手机哈，然后呢到我们的这个立新娱乐制作的专业的粉丝专业 Facebook Live 跟我们分享一下哦，让我们全世界的朋友或者是你们的所有的亲戚朋友没有办法来到现场看歌台的朋友，都可以一起来欣赏。对，那你看到我们有这么多 camera 哈，周围好，我们在 Facebook Live 的线上的朋友，大家晚上好。Hello， 世界各地的朋友，大家晚上好，谢谢你们收看哦。对，真的。一天没有看到直播，他们就觉得浑身不对劲。是，所以呢，今天有直播，赶快要告诉大家。对，今天晚上我们的节目众多了，非常非常的精彩，从头到尾都要让大家有惊艳的感觉。对，除了本地的杰出的艺人，我们还有重金礼聘来自海外的 super star。哇，这几位 super star 不简单了哈，没有见过的，绝对我们重金礼聘过来。是。所以呢，就是来这里哈，可以享受美味佳肴哈。啊，那拜了拜九王爷，九王爷保庇你等一下，子孙兴旺，合家平安。那还可以看到呢，很多少见。
完全没有见过的，在歌台上出现，在我们舞台上出现的。对，因为志伟一直要给大家新鲜感啊，每次都要安排不同的歌星来跟大家献唱，好不好？所以呢，今天晚上呢，就由我们立新娱乐制作呢，在我们的歌台红星大奖啊，九连霸的冠军台主来为您统筹策划晚上所有的娱庆节目哦。是的，今天晚上高规格，你看，所以我们要辛苦我们啊，我们要谢谢我们辛苦的工作人员。团队，对对对，我们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哈。非常谢谢。那除了艺人之外呢，我们也特地呢重金礼聘来自台湾的顶尖舞蹈团为所有的艺人伴舞。是的，那担任我们全场伴奏呢，也就是现在呢在我们海内外呢很多呢知名的艺人来到我们新加坡指定的大乐队，一人掌声来欢迎威勒斯大乐队全场伴奏。加上好的舞台灯光音响，今天晚上舞台灯光音响呢，要加上我们的 LED 的设计，在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地方，大家都可以清楚看到我们的所有的节目。所以呢，记住哦，我们的今天的脸哦，不能有一点小小的这种。什么哦？不可以有小动作哈，也不可以，不可以挖鼻子哈，也不可以，也不可以有那个像你要一直提醒我嘞，尤其是你动作不要这样大，因为哈、你按你大出来电视机把都占你一个，然后那两个拢卡。没有，我小小动作哦，你在电视上看到都很大的。哎呦，今天的今天的镜头我们两个只有四分之一而已，四分之三的镜头都你的。没有没有，那个镜头放很远，可以拍到你们很清楚的。OK 哈、来，一人掌声来欢迎专业舞台灯光音响，谢谢老师，老师辛苦啦。马上我们来欢迎今天晚上第二位出场的艺人。这位艺人呢，来自我们新加坡本土的一位艺人哦。来，掌声欢迎我们的陈巧欣带来这首《少年爱姑娘》。欢迎巧欣，谢谢。
一首《少年爱姑娘》。那么非常荣幸的也可以再次回到我们这个凤山宫这里，跟我们所有的这个来宾朋友见面。那么当然也要一样的祝福大家，在今天晚上都可以非常愉快的观赏一连串的这个歌唱节目。来，那么继续的来送给大家的下一首歌曲，来安排一首比较轻松的这个福建歌，来送给大家这首《不猜我爱你》，来献给大家。大家一首《不猜我爱你》，感谢大家这个鼓励的掌声，谢谢我们这个四位非常非常漂亮的这个舞蹈老师哈。来，那么唱了一首这个《不猜我爱你》，我想继续来安排，还是一首老歌来献给大家。那么也希望大家会喜欢一首这首比较抒情一点的一首老歌，叫做《偶然》。并肩走在一起。
好听的歌曲啊！你卖功能裤短少了哈？啊！你看我们的衣服配合的多么好。恭维恭维，都没听、啊。通常如果唱完的歌曲，你看到他很急忙的，就转身，两步并三步走，三步并两步走，就是他要去赶台了。转身就走啊！对啊，没有跟我们打一下招呼。没有关系啦，因为他献好歌给大家听就可以了。OK OK， 来陆陆续续看到我们现场的所有的嘉宾朋友、所有来宾朋友已经莅临我们的现场了哈。那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在做一个动作。什么？哦，可以了，可以了，赶快来，赶快来哦！好，来，这是讲，大姐来，也在上菜料，也在上菜料。是哦，半道金腰料，鬼吊料这阵。所有观众朋友看了这个动作最喜欢的。对啦，你看，伊的桌顶的土豆拢弄抢料料了。喂，抢料料土豆这阵哦。袂使教人唱，迄个是人食佚佗的。哦，来了来了，六龙虾。哇，上菜料。龙虾。啊，你看，咱人讲咱人的料，伊人食伊人的。啊，就规枚无咧做主持，你就咧顾食呢。快看你的身材就知了。伊头先甲我讲要减肥，无阿未起来食两根薄饼了，啊在减肥。你倒好嘛，你五个人食十个人的物件，我知影你人食袂了的，等我去倒看手你人食。那你去倒食咯，迄倒无人坐，你去倒食咯。哦，一倒我一个人食十个人，我就受够过分了。一人食一道啊！啊！你尽量吃几道啊？你别晒，别晒，好的，我们每位佳肴呢，现在已经陆陆续续的端上桌子也行。我们现场的所有嘉宾朋友、来宾朋友呢，慢慢的来享用今天晚上的每位佳肴。对，那还有，如果你们的车哈、哦、迟来的时候卖了呢，怕因为有一辆车又在阻碍交通。差一点忘记 ，SJS 对吧 ？SJS，OK， 9989。9989，来车主麻烦移车一下，对你阻碍交通了。9989哈，谁的车赶快移走，麻烦您喽，谢谢。好，那舞台上的节目呢，继续要来进行，舞台下的节目也是继续在进行。对对对，大家哈就愉快的吃没有关系哈，啊，你们等下手没有空哈，夹就用筷子没有拍手就也没有关系了。啊，因为人讲吃饭皇帝大嘛哈。对啊，俺大家尽量吃，啊有闲再甲阮拍拍就会使了。对啊，因为八点半了吼，你若讲食饭的时间是有较晚了，啊，若食宵夜就有较早。对对对对对。哎呦，安尼这么好吗？因为现在现代人都是这样，有时候吼。找午餐一起吃，有哎、欸，宵夜他剩起来啊，你看。没有，我没有吃很多，我没有。你看得出来，一看就知道你吃很少，你在减肥，看得出。对对对，我在减肥。啊、对对。好，来介绍，来介绍，多久一个星？哦，这位歌星哦，不简单呢。哎哎，他曾经获得我们这个歌台大奖哎。哦。嗯，对对对对对。获得歌台大奖。对对对对对。哦，最受欢迎的女歌手女歌手奖啊。哦。对啊 ，Storm 歌台大奖，他也拿过最佳女歌星奖啊。这么厉害。对对对对对。好，接下来他要唱这首歌呢。嘿。这首歌名哦，哇，名字很好呢。哎呦。真的，这首歌名哦，哎。你介绍。我不要谈。哈？你不要谈？对。无认真。因是福建歌。你今仔日来做什么的？我做司仪。你今仔日来做司仪的，高姐唱什么歌？你不要谈。你敢下衰你有影的？做什么司仪？不要报高姐的歌名。不要谈的，什么歌名？你讲，你讲，你讲。哎呦，真的，真正都无认真呐！主办单位看一下，这条歌叫做诶什么歌哈？唐星，你不是歌不晓？你不晓，你不会晓咩？这一歌，哎，一首真好听的歌，吼，叫做《探戈苏君远》。探戈苏君远，掌声来欢迎林诗玲。探戈苏君远，谢谢。
感谢一首探戈苏军官，感谢大家捧啊，谢谢我们的美女们，我们四大美女，谢谢。Hello， 我们各位所有在场的嘉宾朋友们，还有我们直播的朋友，大家晚上好，希望大家能够度过一个非常开心愉快的晚间时刻，也在此祝福大家都身体健健康康，天天都开心哈。那一边呢吃这个美味佳肴晚餐哈，然后一边听歌啊，看到我们很多熟悉的哥哥姐姐们都前来现场哈，那希望大家都能够慢慢的 enjoy 好不好？好，刚刚为大家带来的这一首歌曲啊，应该是我们的在场所有的长辈们啊都会感到熟悉的一首歌。那我想下来呢，接着下来为大家安排的第二首歌曲呢，是一首日本翻译过来的一首这个福建歌曲，来自张雅文的歌，叫做《绿秋》，来一起来欣赏。心
东西啊，其实和干瓜在日本非常有这个意思的一首日本翻译过来的歌《追求》哈，感谢，谢谢大家的这个欣赏，也谢谢我们的秋哥哥的这个红包哈，感谢，早起到。胖琪琪啊，好，感谢哈，谢谢谢谢，祝你健康平安快乐，感谢。好，连续听了两首都是这个福建歌曲，好劲瓜。那我想带来继续呢，为大家安排一首这个轻松一点的哈，节奏也比较轻松一点的一首华语经典歌曲，曲名叫做《浪花》，我们一同来回味，献给您，谢谢。你好。哇，你在唱的这几首歌的时候呢，我们网上的朋友啊，哇，大家的这个按赞按爱心非常非常的多啊，真的哦，谢谢，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多多的支持，多多分享哈，是，没有来到现场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的盛况，而且呢，今天的这些歌曲呢，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哈，是没错，对啊，喂，旁边那位金元宝什么事情？金元宝，你那啥？他那啥过年情感啦，哇，不，因为浩浩说，管播啊，你看，因为浩浩说我们要带旺这个场，是，所以我一定要把这个金色的衣服拿出来亮相一下。大家不要看他这样哦，他很辛苦哦，他穿这件衣服从头到尾一直在吸气哦。我觉得你穿这件衣服好像有点辛苦。还有第二点就是，你不觉得热吗？我感觉很热，爱死爱命，一个真好笑嘞，迄行哩水，伊要出来搁点来到酒，叫什么都看袂到伊的面哩，把他看到一片黄黄。从头到尾一直叫也无语，一直叫也无语。我要照镜子看我有没有穿好吗？照不到你自己。我要看我有没有走光吗？可以啦，你转一圈一下，你转一圈，转一圈给大家看啊，有美吗？哇，不错啊，很漂亮。如果你这个身材走光哦，我跟你讲，我们后台的大家更喜欢了。对 ，live 嘞，你知道吗？你走光，不是跟他知道人看到了了。谢谢我们的大哥，谢谢你，谢谢，感恩，谢谢。大哥来分红包嘞。对呀，这位，我跟你老魏这里顺着是怎样？阿兄要包红包了。我跟你讲，这位大哥每次都到很多不同的地方的歌台都听歌支持大家，然后每次都给我们红包哈。跳舞的啊，跳舞的啊，
是是是，四位掌声都有啊，谢谢，大哥，谢大哥。啊，拍跳舞的有，啊，拍边的有无？等你一个去准备，等你一个去准备。好跳舞哎，好跳舞哎，谢谢思琳，谢谢，谢谢，谢谢。哎呦，哇哇哇，鲍鱼啊！哎，那我们卖点来看价。先拍拍水，拍水，拍水。那你歪那一朵，那朵两个尔，你去歪一朵咯。阿妹就是三加一，那你去挖了。卢冰姐，你可以看无要紧。你若是阁继续看，但拄啊，咱的台主有交代了。如果郑玲玲阁继续看材料，确定啊，叫厨师一头家去后壁冰小堆。喂，摆只冰应该是咩啊？哎，伊安尼看冰应该是十度，有够十度当只。妈，那有够十度？有啦，十度啦。我不是你怕，你腿都怕对，才三度了嘞。我不是你怕的嘞，我怕进去，我老中骨头。你若无是老人家，拢硬硬夹了啊！伊的意思是讲，伊的肉较少，伊的骨头较侪，安尼骨头更加好，控汤更加好啉。哎，那其实哈，我们你说戴望这个厂是对的，对，因为你看你两个钱金色的嘛，对对对，金就代表呢有镭啊，有金，对啊，对啊，在住这里在场，天金吗？对，祝所有今天来到在场的所有老板朋友们哦，你们算钱算到手抽筋啊！哦，所以要穿金金的呀。对，阿弟来讲。我穿青色哦，潮州人最喜欢。怎么说？因为潮州人地球哪只有地球人不？有哈，哎，地球人上苏格格一档，发啊，青里发啊，青里发啊，青里发啊，青色吗？哦，青色不是靠伊那青里发咯。哦，你讲地球话不？我妈妈是潮州人，啊，大大怎么地球话来听？我爸爸是福建人，啊，我是福州人。哦，看不出我那你是混血哦。咦，福建唱潮州福州啦，哎，你打那打淡薄潮州话来听。打打啊啊，这我不要讲啦。你打过来，我会识了。我会晓骂人尔，但是这道袂使骂，因为我的阿姨逐天阮骂。骂什么？袂使讲对唔对？阿伯，骂人会袂使讲，骂人。对，伊个讲，袂使讲。真简单啊！这个谬掉，家己谬的，家己谬的。我跟你讲，讲潮州话吼，哎，卢冰姐有讲吗？那讲潮州话后边加一个你就会使了。你来话，我你看讲过没？你是做你哦，对对对，做什么？好呢，你还是要领导你。啊，你来使啊！啊，闲闲无代志，咱来带囡仔来去啉牛呢。哎，啊，过年呢？啊，过年咱来过好呢。对不对？哦，隆重无比啦，会使了啦。你若去到隔壁店，要叫啊奶茶。哦，奶茶。哦，哎呦，我啉茶呢。哦，安尼看就是讲潮州话啦。哦，安尼看我会晓了。袂使讲茶呢。袂使咩？但阿嫂会怕你。无咩哪讲？茶牛呢？啊，茶牛呢？袂使平端啦。阿嫂袂使茶呢呢？阿妈，你先讲你讲阿嫂啊，茶呢？你现在就怕？茶呢是咩意思？阿嫂会跟你讲，你不晓，地球那么，地球那么大块听，地你不是，地哦地哦地，你去啊你去，你当你在做，你当你在做，你个不晓，你去高逼店，你个阿嫂讲咯，阿嫂定阿嫂个来去扒落去耶，地你，那是阮阿妈做的，我知啊，没事。我一直想到爹爹啊爹，嘛是小小。啊，潮州音嘛。哦，袂使爹你啦，会使你爹姑你。大话大开，你又袂生那个。OK。啊，等你来新加坡这么多年，你会讲多少会点呢？哈，会一点点呐。他很厉害，他现在广东话也讲得很好的。啊，对啊，入乡随俗啊，我们新加坡都讲。广东话佢都识讲啦，而家。系啊。少少啦，少少啦，我哋广东话好犀利咧。识少少扮代表啊。你唔要靠我。你不要考我，咩？不要考我，哦，他讲不要考他，不要考哥哥，唔好咩？唔要考我，我唔系学你考到嘅，吓？我不会给你考到的。你讲系啦，妹啊！好，我们接下来要介绍这位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他在我们新加坡唱了几十年，屹立不倒，也是我们呢新加坡呢永远的歌迷王子。掌声欢迎王庆仁，带来歌曲《风从哪里》。Thank you.
群。哎，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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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好。你好，你好，阿公你好。你叫阿公？你是我阿公了吗？你是你阿公，你咩都唔知。伊七十几岁，佫唔是我阿公啊？七十几岁就要叫阿公啊？伊也是做我阿公了。对啦，对啦。你讲了对啦。你的孙几岁？有安尼大咩？无，我孙十八岁啊。十八岁啊？你的孙有安尼肥无？无啦。伊等着我三个孙啊。一个做三个啊？你看。哦。你来，你来，你来，你莫徛一道，你来徛一道。啊，安怎爱徛一道？你来徛黄大哥。来啦咧。嗯，安怎爱徛一道？安尼就知影你到底有偌肥了，你看。大伯公你好。怎么你叫大伯公？我看到你的高台真大台啦。对啊，对啊。我你看，请恁人三位来。哎，那台嘛真大，你讲话嘛是真好，哎，伊讲话嘛是真好笑，那是无大台，嘛那有看到伊。哦，这是呀，这是。有呀有呀有呀。因为真贵嘛，对不？啊，一路你来就是大台。一路卖唱的，卖做卖什么的，有赚到赚够了。你看，你安尼讲一句话吼，黄大哥位头给你看到未？这司仪你看啦，这你袂使讲人赚够了，你永远是无讲够的，对不？啊，对，啊，伊个伊个安尼用嘛，哟，伊吼真厉害嘞，做白轮做三四摆搁滴个啊！喂，哎，我啥意思？你我白话讲唔对，有做安尼嘴摆咩？做白轮无稀奇啊，搁几多啊？啊，搁几多？够滴啊！真的。这讲的是可惜，被奶啦，被奶啦吼，哎，真厉害嘞，应该是你有大刚唱歌诶，是啊，对，那唱歌对咱的心脏真好，哦，不要，所以应该多多唱歌，对对对，所以我也是要多唱歌，这样我才会比较长命。啊，对啊，对啊，我跟你讲，我跟你干嘛？你没个讲呢？那个黄大哥讲话嘛，黄大哥他一直说他要减肥，你有什么好建议给他？免啦，你免减啦，安怎免减？跟那闪电侠那如肥如名，哦，刘玲玲如肥如出名，对对对对对，你啊减肥就怕无人爱吃，有的人的命都爱肥的，也要看也要看命，我真的真哦，真的超爱看，你看我的命，啊，你看我散尿就无好啦，啊，我散尿你都叹不下来，你再散，哦，吃饱困困八家啦，哎呦，你肥不？对对对，困困八家，啊，你时间到了两个台就丢了啦。吃饱困困八将，不是得咯？哎，所以啊，真的他会看的，他会看相，他会看命，真的哈。好诶，好诶，我觉得你伊敢那无啥物爱甲我人听解安尼款呢？安怎？伊有淡薄寡时间，因为头先你得罪你乱讲，我拄啊伫船顶唱了落啦。哇，过去就哇，我厉害诶咧！我跟你讲哦，黄大哥即嘛是吼，一工奔走一台落去赛，有当时啊，伊一工两工哦去马来西亚，搁去到印尼，即嘛拢是算美金的话，你讲。哎，他在印尼很受欢迎，他从年轻唱到老，唱到老。伊少年去的时阵偌受欢迎，伊到阵去哦，少年听伊唱歌的人，即阵嘛是搁继续来支持，去白金顶食袂拢坐轮椅的。真的，年纪大来了，阿公阿妈，真的，他的歌迷都很老了嘞。讲了无啥啦，哈，对啊，义工呀，顶个月跟我讲的，广惠少哪根厝啊？哦，广惠少义工呐，来听我唱歌拢都渡轮椅的，我不该倒渡啊。那个是做义工，对不对？那阿公阿妈无变出来，咱去到唱来听，这是很好的，真的真的，我有去啊，你袂记啊？啊，好，明仔再过一台啊，明仔再过有啊。仁慈医院，哦，哎，所以你看，一定他们做好事，等他们做善事，做义工，所以你看伊安尼好。难怪吼，他做了三次是手术过。够健康，够真健康。可能看你袂流汗呢。我袂流汗，我拢真侪汗咧。我看到你，我规身汗。好，我们再来听大哥的这个成名曲哈，好听的歌曲带给大家。你卖看到我伫闪咧，惊一跳。安怎？看到我伫闪安怎？做咩？看到我伫安尼看，伫安尼看。阿妹，我话吧，你要带好运给我。阿妹，看我会钓无啦？800万。哇！我阿妹800万哦。真大嘞，你。哦，呀，无啦，阿妹是开什么？我唔知咧，无牌。去多多啊，阿妹去多多就。啊！继续要甲咱唱什么好听的歌送给大家？那第二条歌，多好流浪是，应该是50年代了。哦，50年代的歌。怎办留香？哇，姚素荣不啦？怎办留香是50年代吗？我以为70年代姚素荣唱红的。不好意思，这首歌曲是
你们两个的年代比较懂，我们两个不懂，所以没办法。我们来欣赏介绍。我们不一样。是啊，你跟谁都不一样啊。一起来欣赏《准伴留香》，欢迎我们唱片王子黄心源大哥。慢慢走。感谢在座的嘉宾，感谢您。那首先看到很多建国一代的朋友啊，也看到我们的好朋友啊，在那边吃晚宴啊，祝您健康啊。那么乐龄一代的朋友要多运动，应该是这样啊，每天一定要做运动，可以走路的就走啊，但是不要跑得太快啊，因为人老脚就没有力了，你走一走脚就有力啊，因为还有很多的路你要走啊，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很难爬上万里长城的，我一定很高，一定要爬啊。那么第三首歌再呈现给您的是一首台湾老歌，来。昨夜星辰那个
的红包，谢谢您。来，小弟弟贵庚呢？20多岁是吗？没有啊，没有啊，哦，19岁啊，你看多年轻啊！53年前我也19岁啊。那时候我刚好关这首歌，刚好新加坡独立啊，53年前应该是1965年，新加坡独立啊，我这首歌在牛车水啊，每天都播，那就是我过去的曼丽带给您。是讲有影高水，一行路搁甲甲蹲嘞，对啦，真会脚搁跌嘞。我甲你讲，伊是赶时间嘞，伊9:30之前吼，条条爱离开这栋，知道嘞？因为吼，伊个老人院吼10点就关门了。你关天死的，无底啊！你搁讲你讲，咩老人院啦？哎，那这偌好命哎，子孙满堂啊！对啦，讲笑啦，伊真够水，而且哦，只有他一个人哦，国宝级的歌手，只有他可以吼站在台上不用动的，他。站在台上这个位置，他下台唱完歌之前都是站这个位置。没有，这样现在比较好，够有点古早不会。古早唐三藏啊，那个你画一个圆圈，他站在圆圈里面，他没有踏出那个圆圈，一条大腿都要腰拐掉，知道？他那叫我啥了？啊？那叫我啥？金锣嘞？不是金锣，是西北锣。我操，跟他包巴掌啊，那个。包肉粽，你穿同领衫嘛是包肉粽，你倒一领衫无包肉粽？不是，这领衫你爱知？这领衫吼，我生真侪类的，我即款白灯，你知影即阵我生囝了嘛？对啊，对不对 ？Baby 几个月啊？我 baby 爱8个月了。8个月。对对对对，我生真侪类的，因为吼有。
你看你安尼看哦，你大巴肚条都爱买衫嘛，对不对？啊，你巴肚大了，我个大巴肚就惨了。不是我讲古早啊，你大巴肚的时阵，你的衫条都穿袂落嘛，你爱买过嘛，对不对？你一定要买过新的嘛。对。像我这样子很好，我怀孕之前我穿这件衣服，我怀孕的时候我穿这件衣服，我生了过后我还是穿这件衣服，我省很多钱。那也是真的，那也是真的。啊，对，因为我怀孕后没有人看得出来。他得力拉空口啊！你好，那我们这个时刻呢，我们舞台上的节目暂告个段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我们今天晚上隆重的仪式了啊！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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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仪式对，哎哎，啊，你不是牙抓？不是，我牙抓，我做别的呢。你知道嘞？但我阿袂牙孤立讲嘞，但我读沙拉人的名吼，字位卖给我孤立讲。我想讲你咪乱讲，我牙手抓起来，就和你讲咯。不是。好，我们现在要请我们凤山公属下诚心联合会全体理事到台上来。诶，蛋姐那边的欢迎我们的全体理事，来，那诚心联合会那转台理事，辛苦了，辛苦我们所有的理事了哈。来，凤山公，不管是咱什么都一个会哈。我们的隶属都是同心协力，这么多年来大家呢都是很尽心尽力的来为我们这个好山江服务啊，拜我们诚心拜我们的救亡大帝。是的，我们的理事哦出勤都是懒哦，把我们的这个晚会办好啊。咱的理事吼，拢是伫搭服务几十年。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请诚心联合会我们的文书代表致辞，来有请咱的文书代表献词。尊敬的凤山公理事主席林桂廷 BBM 先生，常务会务顾问唐嘉玲 BBM 先生，美丽大方的法律顾问林丽珠大律师，本位理事，各位乡社代表，各社团代表，各会员以及各位嘉宾，大家晚上好。今晚又是凤山公属下诚心联合会庆祝九王大帝寿诞联欢晚会，谢谢大家能抽出宝贵的时间出席今晚的宴会，很高兴了今晚大家又能同聚一堂，共享欢乐与美酒佳肴。各位乡亲与老朋友互相慰问与祝福连连不断的声音，使到我们的今晚的盛会倍加有亲切的感觉，温馨无比。希望今晚的情谊呢能连续的持之以恒，永远都是今晚一样。一连九天的庆典的运作都保持相当的顺畅，能有这样的成绩呢，我们衷心地感谢所有的工作人员，他们付出了宝贵的时间与精神，他们的付出我们衷心地感谢你们。在后港三道旁，每年我们都看到美轮美奂的牌楼，使我们的庆典更加的出色。这些贡献呢都出自诚心又有出钱出力的三红门所赞助，他们是树红建筑私人有限公司、富海建筑机械私人有限公司、百盛建筑
公司各一座，还有就是由林桂廷 BBM 先生、杨志斌先生、林振川先生、陈瑞峰先生，他们也赞助了一座，我们谢谢他们。还有今晚我们能看到立新歌台的精彩演出，也是由我们的赞助人，那是树红建筑私人有限公司 CBC Construction Private Limited 与富海建筑私人有限公司，谢谢他们，谢谢大家的掌声，谢谢。最后我们愿九王大帝保佑我们所有的善信家人们身体健康，阖家平安，步步高升，生意兴隆，万事如意。谢谢各位，谢谢我们的文书代表，谢谢。那接下来我们要进行这个敬酒仪式，我们要恭请凤山宫常务会务顾问唐嘉玲先生 BBM， 凤山宫理事会主席林桂廷先生 BBM， 还有我们的美女律师林丽珠大律师到台上来。我们要进行这个敬酒仪式了哈。对，爱发扬声了哈。有，来，那边掌声，掌声恭喜欢迎我们三位。哎呦，我们美女律师又见面了。好，各位，来，女士们上前两步，上前来，上前来，上前，拿个杯，律师杯。好，那么这个时刻我们老板大家站起来，来麻烦大家高举你的酒杯，我们的诚信联合会全体理事要在这里向在场所有的嘉宾您敬酒聊表谢意，谢谢各社团代表，各位嘉宾您今天晚上的大驾光临，让我们的场面呢增光不少，所以我们以华人的传统习俗向在场的所有的嘉宾们敬酒，来头一声咱的饮食，咱要祝咱哦，凤山宫属下诚信联合会，咱拜九王大帝，咱所有的会员哦，咱这诚信联合会，大家同心协力，诚心拜拜，好，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来，咱来发扬声，一二三，耶！唱真大声嘞，我搿要臭伊人去啊！哎，好事成双，咱第二声扬声吼，哎，咱要感谢咱在座所有嘉宾、所有贵宾吼，那也谢谢我们喜庆、我们演唱会的、我们所有的老板们，谢谢大家的诚心，今天晚上的出席，让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千人宴能够呢成功圆满的啊举行，所以谢谢大家，祝你们生意兴隆、财源广进、心想事成、阖家平安。家孙兴旺，来一二三，耶！请嘞，咱第三声也唔行，咱希望咱全场吼，所有的嘉宾、所有贵宾，咱坐定来发，发愈大声，你愈有才气；发愈大声，等下九点半开的，多多800万可能是你的吼。所以咱发愈大声，来愈有才气，愈有福气吼。来饮了一杯咱九王爷的平安发财酒，予恁心想事成，买表点点钓钓袂平，暗暝多多800万吼，啊送财神爷送到恁家去吼。来，祝你生日兴隆！通四海，财源滚滚，年头到年尾一定来啊！全场做阵的话，话愈大声愈好，来，七、两、三，耶！
山叫上下的诚心联合会，救亡大帝保庇你大家，兴旺！哇啦！兴旺！哇啦！兴旺！哇啦！谢谢，多谢，感谢咱全体理事，谢谢，谢谢我们所有的理事朋友，谢谢，谢谢大家，请就坐。哦，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多谢。感谢感恩感恩，哎，卢萍姐，发到我有淡薄喜悦。我跟你讲，人发的音色真好听，我你发的音色也起唔到的，啊，你起啊，你快啊，我想要，我的耳膜，我见哪个耳膜把你发破了？我是用我整个人的生命在发的，不好开玩笑。你吃你的，拉出干了哟。就。你不是吃你的辣，是吃你的辣，出家了。报告卢公，谢谢我们所有的理事，谢谢我们的会务顾问唐嘉玲先生 PBM， 我们的主席林慧婷先生 PBM， 还有我们的大律师，对林丽珠，我们的美女律师。刚才哈有一位理事，他特地上来上到台上，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什么？哇，陆金亮是金杯耶！你敢讲？肥才是福相，对不？有的人爱肥，佮袂，佮食袂肥嘞。不要紧，伊佮讲一句话，讲啥物？我讲了，我感觉伊讲到无啥啦。啥物？伊讲你肥是肥啊，是变水。肥水啊，肥水啦。人台湾人个碰皮啊，碰皮啦。对啊，我就跟他讲，哇，有你这句就够了，今晚多多就是你中了。人总是安尼款吼，听好话，无管是啥物好话，称赞你的吼，安尼甲你学落一句，哇、哦，你安尼欢喜鬼，真欢喜哦，鬼迷对无？鬼迷袂困咯，你讲我真水咧，我甲你以后应该是老灰的。太恐怖啊！哎、哦欸、嘿，老实讲啦，你是变可爱啦，是讲哦，你的目睭想，你的老母甲你生甲伤水绿。我，你看你一起来吼，哦，有当时你伫台顶，你唱甲唱甲困去，阮阿母唔知。不是，你目睭咪咪吗？无，我即阵有大粒，淡薄了嘞。哈，目睭够大粒无？对对对，骨渣够惨啊！哦，我看无嘞。有去做淡薄。即阵哦，我有改变啊你啊。我有去找陆德个，我过大淡薄。过大淡薄啊！应该伊个陆德无啥物好啊，你人卖去找啦。咋嘞？啊，你那个无满意啊？有个了跟没有个都一样嘞，一样小粒。不你是被偌大粒？哎，你未拍了啦。哎呀，就是接下来要这个歌星要好好介绍。对，这个特别来宾哎。对，因为我们这个站在台上的司仪哈，就是要十八般武艺，要能讲、能演、能唱、能说，说学逗唱啊，每一样都要会哎。对对对，要说跟比赛讲啥啦？为了丢咯，而且又语言呐又要通啊。对，在这个歌坛要生存不简单。对对对，你要各种语言都会讲，像你会讲福建话。我会晓讲福建呢，潮州话、东北。我会晓讲地这阵。不要这款啊，因为我们很多哈，以前我们拜九王爷很多都是潮州人哈，所以潮州人真多，那几个姐姐人真多，较对，拍扑才好嘛，咱听有就侪潮州人。哇，这边有，这边也是有哈，后边个有无？有滴就能无？有哈，有的。哎、啊，我们新加坡人都很聪明了哈。是。广东话都识讲嘅哈。广东话冇问题啦，十岁啦，对你哋嚟讲。也是有哈。客家人啊，苏记人啊。啊，海南话，海南人啊，有苏记人无？苏记人。少一点啦。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好好来欣赏这位艺人的表演。他来到我们新加坡这么多年，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因为呢，他的表现哈，他对我们歌台上的贡献，十八般武艺啊，样样精通啊，对，好不好？我们掌声欢迎陈浩，带来这首《我没醉》，我没醉，小泰。
位辛苦的老师，谢谢，感谢大家。哎呦，大家的掌声、拍破声，搁真多吼，搁来听一摆好唔好？来来来，人讲吼，拍破声爱拍好大大声，谢谢。金银财宝才会满大厅，拍破声爱拍好侪侪侪，金银财宝才会满宝地。来，听一下，全场的掌声，鼓励鼓励下。谢谢，而且我们是吼。唱响凤山宫，所以、哦、除了掌声之外，哎、欸，我们要来听一下现场啊、哦，掌声加尖叫声有多少？人讲哦，嘴巴一张开，金钱就会滚进来；嘴巴一开口，会横财就手，好不好？现场的朋友，我们来听一下全场的掌声加尖叫声一下。感谢你。感谢吼，开嘴的大富贵吼，啊，若无开嘴的，淡薄会搞放屁，我来讲，所以来哀出来，啊，哀叫出来吼，啊，你平常吼，我们这个工作压力吼，啊，过十年压力都很大，所以我们来看演唱会，我们就尽量把它尖叫出来呢。好 ，OK， 节目的继续，我要为大家带来的这首福建歌曲，要介绍给我们今天晚上来到我们的现场所有的嘉宾朋友，所有来宾朋友，以前阿公阿妈都听 radio， 对不对？都听这个力的呼声，啊，对不对？现在呢，我们这个新加坡好多好多的这个radio 可以听啊，不管你转到什么频道都可以听。接下来我要带来这首台湾歌曲，叫做 radio 的点歌心情，介绍给我们现场的来宾朋友一起来欣赏，谢谢。
谢谢李叔，感谢你的红包，感谢，哎呦，感谢，谢谢，感谢你的红，让你荣华富贵一世人，感谢你的红包这么大包，财神爷都会走去领导，真感谢，谢谢您的红包鼓励，谢谢，非常感谢。好，为大家带来了第二首歌曲之后，哇，真香耶，哇，你有闻到屁香味无？哇，你们在吃什么？吃鱼是不是？啊。吃鱼吼就会年年有余呀，吼啊吃鸡吼才会吼熬起鸡啊呢，哦，所以呢，今天晚上我们的每一道菜吼都有它的这个鸿运当头的这个一个吉祥话呢，呵，弟弟兄，浩浩，我来祝福大家吼，一日春，两日春，代代出着好子孙吼，互恁走东西趁钱无人知，往南北趁钱拢会稳达达安尼吼，感谢您，谢谢，最重要是。身体健康哦，身体健康就是财富了哈。好，那现在大家很忙的在夹菜哈，所以掌声没有很多，但是没关系，我们前面的代表一下来，掌声鼓励一下，听一下。感谢，谢谢，没关系，无赢最力，无赢最力，吃饭红地大吼，来感谢。好，接下来我要为大家带来的这一首歌曲。相信呢，今天晚上呢，很多很多我们的长辈的朋友啊，都很喜欢这一首歌。以前呢是他的老歌新唱，今天晚上呢，我们跟我们威乐斯大乐队老师呢，一起把它重新改编了一下，让这一首歌呢更富有更多更多的生命力哈、啊。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怀旧金曲《梅兰梅兰》。
想到你。妈妈，你不要跑出来好吗？没有，你叫梅兰，我就出来了吗？我就是梅兰。难道你的名字叫梅兰？哎呀，哈，对呀、啊，你叫伊叫梅兰，你叫伊可别撞菜，我念袂掉啊。我叫伊，伊手真大，我杀杀无伊去走伊了。我叫伊梅兰是美丽的美，你是发霉的霉、啊。喂。啊，有淡薄受伤啦，我是吼，对了，哇，你唱个大粒歌、小粒歌咧，是吼，真的健康，很卖力的唱吧，对不对？谢谢，希望带来的歌曲大家都会喜欢，喜欢吗？如果喜欢，请再给我个热烈的掌声，鼓励鼓励听一下好吗？你唱得真好嘞，谢谢，我帮你擦汗，那你不用啦，没关系。不劳烦你，你好辛苦呢、啊。你的汗味比流的比我多。哎、欸，你是老乖，是老油。你又要唱歌，要主持，好辛苦啊。没有关系，我觉得能者多劳嘛，对不对？哦，真的，因为它比较贵。喂，因为贵太真贵。我唱歌怕上去啊，你看。我这种的，个偏个贵个偏个滚。个滚楼梯啊。个滚 MRT。滚 MRT。对不对？啊，对啦，这个奶超够好用。对咯，那是你迄阵哈哟嫁唔到人啊！你那是嫁我。你爱娶，你爱考虑真侪摆。安怎？唔是讲三次，唔是讲三摆。安怎？你捆绑伊身边，你会淡薄危险。啊！因为吼，伊那一个翻身，安尼看吼，你个啪跌落去，就安尼拜拜。哦，伊一个翻身。对啊，你看啊，你当的伊偌当，你知影无？无哦，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刚才就是有人一直问我，哇，你几斤咯？应该是90斤咯。无啦，我白讲，100几啊呢。无啦，我白讲，无啦，就120。哇，听死人！120，安尼唔免等你还几啊？安尼唔免等你翻身啦，一支脚甲破落去，我就袂喘气了。对啊。哇，吓死人诶！我几倍啊！你怎样做咧？愈加愈肥。你看，大家各位安迪，你家己看卖，你看。伊敢那一个暗棍，就是恁的大腿了，你看了无？对啊，伊哦，永远找无腰，伊都唔知个腰伫倒。妈呢？我腰敢那是滴。哇！大家都有比我腰较大嘞。大家都有朋友比的，你有看了？比你看。对了。有咧比，你看。我啦，你就别说安尼看。你是讲安尼的，是讲叫伊来。就是，我知影你小学我真顾了，安尼侪人那么。哎呦，你那真正输搞，我跟你讲，你规只夹去，哎呦，吃一年吃不完。无嘛，够上嘞，哈，有买有上，有买够上，买大上水。哎呦，这阵哇真好，一大一水啊，对，我 buy one free one， 哇，袂歹嘞。好来，来，唱完了歌曲之后，接下来我们要来介绍下一位的特别来宾。对，我每天晚上我们都有一位特别来宾，是啊，因为就是要把我们这个演唱会搞得比较不一样，跟普通的一般的哈这个歌台不一样，嗯，所以每天晚上我们的重金礼聘一位呢来自外地的贵宾啊，我们的演唱嘉宾是这一位来自北马哦。哇，北马的冠军歌王，对，他也是一位唱片红星哦，他应该是首次来到我们的凤山宫、哦、对，第一次来到这里。献给我们的凤山宫。好，那我们要来好好的来聆听他的歌曲。对，第一首带来一首非常雄壮的歌曲，《万里长城》，掌声欢迎。王德宝。谢谢三位的到位司仪，谢谢您。
兵已乱世，长城万里长城几时再有，草场马壮的好风光。感谢您能酷爱帕伯瓦先哈，那我是来自槟城，马来西亚槟城的黄德宝，那么可以说是第一次来这边演唱哈。OK， 那第二首歌前面的这首也是实际上啊父亲歌曲，实际上非常啊蛮流行一下的《心掏吧》，来献给您，希望你们喜欢 ，Thank you。将将
别苦我就爱找灯头，我若要出外，最烦恼是妈妈，身躯一领衫，想你渐少一渐一散，人生一条路，一步一步牵阮行。文明不如一见啊，人比小应该水啊，感谢感谢哈，感谢你耳朵。那是我们来自北马，北马就是槟榔对不？对对，槟榔哦，啊，槟榔如何？唱歌好听不？唱来好听不？好听来拍手拍手。感谢感谢。啊，不是讲你拍手啊，因人槟榔是咱叫新加坡叫拍拍，因人槟榔叫拍手。对对对。啊，拍手啦。对，哇！我头一摆去槟榔啊，去唱歌，伊人讲拍手，我是想要走了，你知无？我是安那就拍手，是叫拍手来啦，拍手啦，拍无声啦。啊，那槟榔其实是一个槟城，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吼，真多物件食咯，真好食咯。啊，你去几摆了？我去真多摆了，袂记哦。啊，啊，姐，你去槟榔你食啥物啊？槟榔食伊，真好食啦，去遐咪关阿角啊，啊，看有无？管那个购物，购物啊！我只要接收在，刚好接过。就丢啊！啊，拜托全话了，全话。一拜全话了，你再去接下面。啊，槟榔上好接下面来。槟榔上好接，槟榔才达达行，我是好接哦。是啦，达好接啦，要上好接啦，你来介绍吗？上好接就是福建面，福建面虾面，虾面啊，我们叫海海面，我们叫福建面。啊，那个福建面。啊，你人头先我接你讲啊，加东嘢的垃圾。加东垃圾。我人槟榔是叫咖喱面。哦，咖喱，啊，是叫拉萨，是有咖喱面。那我人的拉萨是做阿三的。哦，阿三拉萨。阿三做阿三拉萨。槟榔拉萨好食，是槟榔拉萨食，一放食一料咯，对不？阿咩酸酸的，对不？阿我槟榔话袂歹啊，讲了。不是袂歹，是真正好。因为哦，我去过槟城，因为以前我亲戚住在槟城，所以去久了哈，他们槟城的福建话跟我们这里不一样哈，我叫一角，人家叫一半。阿妹，准就是叫一拨啦，对，王叫一拨啊。哎，他们又一角较正啦，啊，一角是较正啦，啊，一拨是土话啦，哦，一拨啦，土话哈。啊，有人叫汤匙，叫口姜，口姜啊，无相像了，无同款，无同款。啊，你阿不是讲无同款咩？我讲无相，无相啦，讲无相啦，无同款是台湾话啦，所以我眼睛最快，不是最快。那是北马冠军歌王，你拿过多少次的冠军？都不晓得了哈。不要随便啊！要讲说，应该是有超过一百次啦。超过一百次啊！哇，这个不是冠军呢。我现在做啊，都在有，因为我人会变冷死啦哈。啊，所在是啊，一讲我这三四个所在去比赛。比赛啊！啊，我有当时的自己叫拿了冠军，啊，走了球球，咱走去平平平安尼。哇！累计
加固料啦，加厉害咯，加固的塑料，加固加哦，加固的塑料。你无比赛比到人看到你来哦，我又未使比了，未使比了，太吃卡来哦，常常比的，常常赢的，常常赢的。我常常输的，可是。啊，所以你看，不简单哦，不是跟他冠军呀，是冠中冠啊，冠军中的冠军，因为拿过超过100次哈。他也是偶尔会拿到啦，冠中冠这样子。啊，所以你看多么厉害，所以他刚才唱了两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哈，花见瓜心桃吧，那献给我们妈妈的啊，在母亲节就很受欢迎了。对对对，因为第一次来新加坡嘛。对，你今天是搭飞机来的还是火车来？我坐飞机来。坐飞机来啦。啊，我唔是叫搭的。啊，我叫咩？搭架车啦，我是叫搭架车。哇，搭无啦，坐车啦。但是讲家己火车来，爱偌久？来个这边呢？来个这边。8小时瓜。八点外钟啊！对啊，对啊！哇，滑下来啊，打下来，打下来啊！对，腰疼。所以啊，冰城还是要坐飞机来。对对对，第一次来到新加坡吗？所以今晚有点第一次，很紧张。我第一次献给我们的凤山公。头少来的新加坡，不用紧张的。往这边的人哦，真热情的，搞到边那个人受伤的啊！来，发挥我们热情的一面，给他热烈掌声。欢迎他第一次来到我们的凤山宫，有你们的掌声，会感觉无惊淡薄了。头扫是真惊，啊！你讲我头扫来，你讲头扫才唔捌看过我，特特你安尼看了我，我是抢了一个错，唔知有抢唔到无？哦，你讲我那讲头一摆，那讲头一道哈，我那扫跋脚，跟我讲头一道，头一道啊，无啦，最后三道。啊，跋脚啦，最后三道啊。最后三道，最后三道啊，对。好啊，那下一首歌为我们带来什么歌？一定未成功，也是福建歌啦。福建歌来哦，哎，槟榔福建人济吗？对对。槟榔古拜有李丽华生的对不？啊啊。啊，李丽华生，我是李丽华生，加古料咯。真古料，我做囡仔。古料咯啊，做囡仔。应该个读册的。往新加坡的时是马达清地开的时阵啊，啊，听李丽华生。现在还有吗？现在还有吗？现在无了。无了。讲句情话，水啊。哦，听阿多水伊下面比较比查某下较宽了。这样，好，来，我们来欣赏黄德宝的带来他的第三首歌曲，来，掌声鼓励。一点变星空，也感谢刚才我们的大哥您的红包，谢谢您。We'll be right back.
我一定会成功啊！感谢您各位爸爸先哈。OK， 那么讲到我们槟城做歌台，肯定是没有我们新加坡这种的豪华的哈。而且我们的老师，音乐老师打的是非常一棒，还有我们的何英老师，谢谢你们，还有我们的哎，你看这么漂亮的灯光舞台啊，那今天真的是很有福气哈，就是要感谢我们的立新娱乐制作的老板，我们的哎陈志伟，我比他大了，应该叫小弟，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那么如果没有你的冲针迎接之下，肯定我黄德宝会到这边来哈。OK， 那个是来也是一首 Hokkien 歌。啊，因为老板说这边的福建人比较多，比较喜欢听福建歌，哎，就来这首《大波浪的歌》来，希望你也介意哈，多谢。
恁可爱拍无我声。来自掌声鼓励鼓励。手歌大了，我来歌细点歌。哇，来来来，我们有我金嘴瓜嘞。给你擦汗，哦，搞得气瓜嘞！哎呦，你这么远来到这里，一直流这么多汗，哎呦，紧张的都。我的头发没有流汗。哦，对，粘不了，粘不了。谢谢你 ，Thank you，I love you。嗯 ，Thank you，Thank you。哎，擦汗有几种方式？哎，啊，不是，你这种擦汗方式哦，一看就知道。吓到我！哦，潇洒波，潇洒固啊，你是？不是啦，没事啦，这个。不可能啦，哈。不可能啦。头一摆拄着。头一摆拄着。不可能啊，你咩啦？啊，是你放屁哇？哈。哎呦，通常有一款代志，头一摆拄着，才有代志的。啊，你拄第二摆就未有代志。遇到啦，不是。啊，遇到啊，对啊，遇到啊。来，我们黄德宝大哥哈，他的这个唱片哦，可以说是呢，非常非常的炙手可热。对啊，他的走到哪里，在那个马来西亚哦，可以说是呢唱片销售天王。请问到现在目前为止也发过？应该没有，应该没有了。发过几张了？不要讲出来，不用客气，不好意思啊。没有，低调低调。啊，现在发总共发了几张个人的专辑？第三张，你看，第三张就已经卖了差不多300万张了，你看多厉害。应该没有这样多了，在马来西亚，我有差不多有听到哦，350万这样有了，350万没有带三，没有带300万呢。哦，这么厉害哦，好厉害哎，真的。听说你这要自己做歌手的啦？没有啦，做我能看哈。哇，拿这么多冠军，然后又出唱片。你看我现在我的年龄，就是我从小我就比赛了哈，是，从就是说19岁我就开始比赛唱歌了，到现在喜欢唱歌。听说你就比了，听说你的家没有墙壁哦。你的家的墙壁全部都是用这个冠军的这个奖牌、奖牌、奖杯，全部都把它布满了。哦，这个是好，听说你家不用装潢。有意思，有意思，这样我可以。对对对，很好的 idea。因为他们用我的奖杯。对，因为他们这种冠军呢，家里已经没有地方放他们的奖杯了。是，而且这个冠军的歌王哦，家里什么东西最多？什么？奖杯、奖状最多，还有电器用品最多。啊，应该家里都不用买洗衣机啦，不用买电视机啦，不用买音响。这个就不可能。都是得来的。冷气机。我自己买的哦，真的吗？冷气机他自己买的。人家歌唱的好，又在我们的这个马来西亚呢，三大唱片公司啊，优品质唱片公司。哇，谢谢，那个是我的老板的爱戴哈，而且我才有这个机会。刚刚你一开口，人家说哦，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有没有啊？没有三两三不能上梁山了。你刚刚一唱歌之后，我们林立珠大律师啊。马上就说哇好啊好啊，谢谢，真的这个浑厚的声音啊，是这嗓子啊，你看哇，开玩笑，你的歌唱有我们林大律师哈帮你加持了，你看在那里太棒了，我们的律师你好你好，太棒了，谢谢谢谢。怎么有没有什么事？有没有离婚呢、啊？可以找律师。喂，不行吗？干嘛这样？哦，有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找律师？人家第一次来嘞，人家好气，你一来就离婚嘞，头一摆来哦。我问一下，我有甲林立珠大律师丢淡薄行李嘛？别晒啦！哦，唔呀，阿呀，他第一次来新加坡哈，真的真的没有来过哈，没有，哎，真的。有来过一次，就是玩，就是擦身而过。哦，就是来玩的啦，来。没有没有，转机而已。哦，来转机而已。擦身而过。哦，没有没有没有问题，来到我们的立新娱乐制作舞台上。对对对。我跟你讲，只要一上了我们这个舞台，所有的朋友都会认识你，包括我们全世界的朋友都会看到你精湛的演出。对对对。不错不错，所以今天是真的很有这个福气。对啊，福气啊，我听说浩浩他有一件事情哇，很厉害的。哎，什么事？就是你知道有一首歌很红。哎，什么歌？这首歌红到就是东南亚、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哇，现在大街小巷，不管是6岁至60岁的大人呢，都会唱的一首歌曲。是是是是是。啊，这首歌曲其实真正，我跟你讲。原唱者就站在我们的面前。对啊，原来你才是原唱者啊！对对对。哎呀，我都不知道，我唱了这么多年，我今天才懂啊！而且大家没关系啦，迟来的春天好过没有来，还没有到哈，都可以。什么歌？什么歌？哇，这首歌叫做《灌醉》。对哟，这首歌有没有人听过啊？有听过的朋友，请掌声鼓励鼓励来听一下。你看。这首歌是我的第一张专辑。哇，其实你才是原唱者哎，真正的原汁原味原唱者。范基老夫老师是写给我的。哦，然后为什么就是另外一位歌星？哦，老师有跟我讲过，因为当时我的是也是银城唱片公司。对对对对。然后有他说张嘉玲有要求说他也要唱这首歌。是。所以范基夫有问老师有问我你是否可以给他唱。
我说歌是你写的，我干嘛不能给他唱？因为他说他是女生版，不过原唱者还是你。是这样子，所以我的第一张主打歌，第一首歌就是《灌醉》，就是《灌醉》。我对范君福老师的熟悉的程度哦，就是这样。他的歌曲哦，都是要让一个男生来唱，然后再另外哦，再让一个女生来唱。哦，对，就是他的歌曲通常都是这样。是，所以呢，其实因为男人唱跟女人唱。key 不一样，它的音调不一样 ，key 不一样，然后整个感觉、整个味道都不一样，对吧？是，对，你看的话，好，那我们现在事不宜迟，来了，原唱者来唱这首原汁原味哦，现场的朋友，今天大家才知道啊，这个对，灌醉，再次热烈欢迎，掌声，再给我们的王德宝，尊南美的质疑，谢谢您。你是灌什么？灌墙！哎呦，是不是灌墙？你灌墙呢？我还灌床，我还灌墙呢！哇！对啦，灌墙就是灌墙啦。我们每次吃鹅肝灌墙就是那个灌墙，懂吗？我家弟吼，我你跟哪里跟哪？干嘛？你是个大巴肚了呀？不是，我跟你讲，有一件事情，我真生气，我跟你来讲。讲啦。就是我大巴肚时阵吼，我去坐阿妈弟吼。
无人让位给我咧。不要呀！真的真奇怪咧。哎呦！但是吼，三天前吼，我去坐 MRT， 即阵我生囡仔，伊让位给我咧。哇！我够受气啊！哎呦，安尼也袂使，安尼也袂使。路逼车哦。因为大巴肚。人看袂出，但是我是巴肚大，我无牛位可以坐嘛。我即阵我真的是巴肚大了，无大巴肚了，强了。OK 啦，你看，你都当配合你呢，你看， yeah. 你就当一出来，我来控肉包嘛出来，你有看到无？对。哎呦，这我那是更时间的，台顶都爱配合台卡，台卡搁配合你，你有看？什么人出来出什么菜？不是，你人安尼看无好嘞，你人嘛那也是食控肉包。安怎啦？你袂使食控肉包？这个控肉是我的兄弟嘞。哎呦，你亲戚哦，哎呦，真歹势。背朝天的都是可以吃。你人佫食到安尼欢喜哦，佫真好食，食到无去啊，清盘啊。安尼代表好食，你看嘴食空肉包，目睭看你，你看哎呦，都好啊。对啦，送礼自用，两相宜啊。真甘真甘，对不对 ？OK 啦，好啦，谢谢你们了。好，那我们接下来介绍这位非常年轻的歌手。是啊，这一位呢，今年也荣获我们这个歌台大奖最受欢迎的女歌手哎。是，一热烈掌声来欢迎罗恩琪为您带来的歌曲。踏浪，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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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晚上好。
首比较经典的歌曲《踏浪》送给大家，谢谢我们的舞群姐姐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恩琪。今天呢非常的开心，非常荣幸呢能够呢来到我们的凤山宫呢，来到这边呢唱歌哈，非常的感谢。好，送上了这首歌曲经典的《踏浪》，好听吗？好，现在没有出菜，没有拿筷子，可以听一下掌声吗？哇，谢谢！我还有一点尖叫声哈，因为没有食物，对不对？好，来，话不多说，为您送上下一首歌曲，来这首谢依君小姐的这首歌，来这首《榜桂遗梦月圆》，谢谢。谢谢，感
感谢。好，来送上这首《梦月圆》呢，在这里呢，恩许也祝福我们现场朋友，还有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朋友，大家都能够身体健康，心想事成，阖家安康，出入平安。也谢谢我们的威勒斯大乐队，谢谢李老师。好，来接下来呢，为大家送上呢下一首轻快的歌曲，来这首《Hokkien 歌》，应该算得上是第一次真正的唱哈。来这首歌曲《蹦啊蹦呀嘎奇》。送给大家，谢谢。给他鼓励哈，您看短短来到我们新加坡两年的时间呐，是第一年就得到了我们的最佳新人奖。对啊，有好多歌迷呢，每天晚上都买很多报纸回家为他剪剪剪啊。对，第二年就得到了。对啊，第二年就得到了十大最受欢迎女艺人呢。对，谢谢大家的爱戴。不简单，不简单，而且年仅才17岁而已，对不对？对啊，前途无可限量。他17，你哇，真多17加起来。好啦，一十七年我可真侪十七家过来的。郑莹莹，你好大的胆子哦！你干的，你竟然敢在皇后面前头上动刀啊？没有，你竟然敢问皇后今年贵庚啊？哎呀，皇后现在年龄都不是秘密了嘛，对不对？你怎样看她都不像60几岁嘛。你
你规日甲人讲几话啦，对不？啊，对啊。哪里像？你说哪里像？哎，人太好，不像不像。靠 holiday， 靠拜啦，靠礼拜。靠我困的时间呢？他怎样看起来只有四十几而已？对啊，你看后面，你看后面，哇，强哎！你看后面穿到这样，穿到这样 ，hip hop 嘞 ，hip hop 嘞，哇塞！看后面只有十八岁，丢啦，变个啦，八十一了，无啦，无你老啦，不开玩笑啦。好了，我们再次一热烈掌声，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真的，如果我六十几岁的时候像你这样，我就干完了啊，干完了转。你要像我这样，我真艰苦啦，真艰苦，是西北艰苦。你吼，我看你，他身材还维持到这么好哎。对呀，他玲珑有致，有前有后嘞。因为人家如萍姐每天都很忙碌的。怎么说？那就要主持歌台，然后又要拍戏。对对对。然后要电视台歌台，电视台歌台。真的。然后有时候早上白天，前一阵子更忙啊，白天还要主持这个国庆的这个很多节目。过了啦，国庆。啊，还有中秋的日子。是。啊，鬼了啦。现在又接拍三部戏在嘎戏。对。而且如萍姐她忙，她会拍戏，会主持，会唱歌。他只有一样东西不会，什么？就是煮饭。不要！哎呦，真的真的，今天也可以吃家店。好差我给俺了，我来个贵家吃啊！哎呦，我紧啊！你这个黑虾不要煮饭，也要炒饭就好了。那个过一下没？真的，我真的是不会煮饭的，我会饭会煮啦，菜不会煮。哎呦，安尼这个这种的就是哦，做的人的心不就在道理无？哇哇去滚流，哇哇去。起来，挂粉点胭脂，入大厅，吃泡面，吃无啦，入大厅吃泡面啊，入灶脚搁看电视啊，看电视，不，入大厅看电视，入灶脚吃泡面啊，真的，应该就是你这种诶，真的，你拿出来吼，他不用做家务的，他老公做的，没有啦，啊没有哈，什么有什么家务可以做啊，分工合作啊，对不对？我以为都是你老公做的，没有啦，你以为他是我的Filipino阿三咩？没有啦，因为两个人呢，挺贵嘛，就你分一半，我分你走，该走你走啊，你看啦。所以头开阔我不要啦，因为吼，我累个咧跋死人啊，准袂嘛。哎呦，打你讲，没事，来跋死。看啦，穿这种的新布，真啊。我跟你讲哦。哇，阿哥对我偌好诶咧！阿怎？哪一个跟我偌贤惠诶？哎呦，闲在家里什么都不会啊！来，兄阿哥无敢离婚呐，兄阿哥无外母，怕会使乱人换，我一看袂使乱人换诶，袂使换咧，对啊，这种点灯啊会拢找无诶，我咧讲，对，一个俩，剩一个俩。继续，我们来介绍了哪一位的歌星诶？这嘛是别人诶某，哦。哇，这偌水的，这身材若甲你比了，哎呦，18,800里，真的是跨不出，真的是跨不出伊这款身材，伊生了两个囝，生了两个囝，你把它生一个来，就安尼看，哎呦，我的天呐！安迪，你若搁生一个，我唔知安怎咧。安迪，我阿袂生，也是小生，无，无啥物差别，无啥物差别。好啦，阿玲，咱今麦来介绍这位哦，铁肺歌后，是的，也是我们歌台新力量的季军，欢迎杨千红带来的歌曲《欢你》。随大风失托黄昏的街道，抹去水双眼无辜的。望向孤单的晚灯，是那伤感的记忆。再次泛起心里无数的思念，以往片刻欢笑仍挂在脸上，愿你此刻可会知，是我衷心的说声。
谢我们美女，感谢您大家可爱的掌声。那今天能够经历大家是我的荣幸，然后希望大家今天晚上在吃得开心，玩得开心，也听得开心。那接下来呢，为您安排下一首歌曲呢，是徐艺比较70年代的英文歌曲了哈，属于slow rock 的曲子。送上这一首 ，Nothing's gonna do stop us now。Great song for you. Come on.
gonna to stop us now. 谢谢你们的掌声，也把掌声送给我们的维勒斯乐队老师，还有我们的何英老师，谢谢。接下来送上的下一首歌曲呢，也是一首来自中国的民谣，就是非常高难度的一首，蛮流行的一首，最近呢就流行一点点，因为张惠妹就有改编了哈，把它变成摇滚版了，送上这个版本，摇滚版本的《青藏高原》送给大家，谢谢。走，为了听你唱歌。对，谢谢大家，谢谢你们的陪伴。好，那我们今天晚上呢，我们的全新联合会呢，今天晚上我们的宴会圆满的结束。谢谢，祝大家睡觉。